哦，各位那个枪声，哦吼，各位就知道多震撼了。这边一定要在偏僻的地方，对，会分成两节的原因是因为啊，这个老板人很热情，他就是要带我们去他们的靶场可以练习的地方上面，那边有一个走位设计，我觉得非常棒，所以一定要拍影片给大家看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 go。跟各位讲，我们刚射完枪呢，发现啊，我现在手拿相机，我觉得好轻哦。对，那如果各位很想真的去射真枪的话呢，欢迎可以过来这边玩一下啦，哈。你的枪一定要确实抵紧，要不然你开第二枪的时候，你的姿势一定会跑掉，大概是这样而已。等一下你试一枪，你就知道那种感觉。等一下你们就冷静来之后一做。开始预备的动作，枪会一样是像这样的配置，你就会看到这边自然会三相格吧。你可以慢慢来，然后有打到为止，然后走到第二个位置。第一关。哦，是，下一关。下一关，好，下一个，加油！哦，就把它射掉了，太屌了吧！好了，很酸哦，很酸哦。对，你大刀了，都瞄不准。用右眼，左眼扎起来，抓不起来。虽然说这是 BB 枪，但是你也玩太爽了吧 ？BB 枪可以直接射，哇，这压力很大。开始打射。哦。我抢到掉。哎，枪不能对人啊，吓死人！现在要来打真枪哦，小将。你这样好像嫌犯。我终于知道小将适合什么，他适合当犯人。哎，真的是，你这样是那种一组的。等一下换我们男生呢，是要真枪实弹的，不是 BB 枪哦。由我们小将先射击。射的感想如何？在发抖了，也很重。那只后坐力很强哎，这个就是真枪射到的痕迹哦。弹桌面，散弹枪的威力就是这么可怕啊！各位，这个安全一定要起见啊！圆盘的全部都碎掉，完了，这边都碎掉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觉得真枪的威力很可怕？很震撼，很震撼，声音，难得有机会可以玩这个，想要体验的可以来玩玩看。真的很棒哦！平常都只能射夜视的气球，今天终于体验到真枪了。刚小将射的那个是新的枪，后坐力很强，真的很强，对，比刚刚下面打的还要很猛。你射到你的高破都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有什么在这里啊？我们来装弹夹。你们是看电影，恐怖分子啊！我是恐怖分子。你都很帅气。
我现在是一个恐怖分子，所以我现在把子弹都装完。你是英雄，你不是恐怖分子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是特种部队来的。天哪，我是特种部队。你是异种部队。7你是不是不会瞄准？不是，左撇子。左撇子啊、哦。等一下，换左手打、啊。好。然后把它制定在后。这个一定会被长官骂死。啊，没力了，没力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接弹夹，接弹夹。很累。长官，对不起，只有当十二天的兵，对不起。天啊，被教练笑哎，手怎么会那么没力耶？你看他们在笑啊，你看。我只是露出牙齿，笑。这不是瞄不瞄准的问题，这是我的手举不起来的问题。不举，他都讲了，他自己讲的哦。啊？对啊，被人家讲不举啊，可恶啊！我会好好练习体力的，谢谢各位。现在换人。贴好，贴好，瞄准就开始。撞火车，可以拿到一个哦。好了，没了。哈哈。枪子上面。对，然后要抵，抵到下来一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放松。不要紧张啊，对不对？加油。你等一下，你空枪拿一下。不要吊起来，不要吊起来这边，对，就拿这样 ，OK。哦，这边不要吊起来，就这样。放松，把脸贴下去。好。你看，你又吊起来，你又吊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这样，危险，太危险了。侧身，侧身，这边就出去了。这样子打，来，试试看，侧身。我看他打也蛮危险的。这样，来，蹲着。好，跪着。手先不要进去，对。好。可是你全中哎、欸！对啊，还蛮准的，真射手。可是我的手有点没力。你也不举。手不举。全中哎、欸！那个不好瞄哎、欸。感觉会打到木头。小小的范围。哦！你是怎么射到的？那个真的超小哎、欸，我想说会打到木头。好强哦！教练，你觉得他射这样如何？100分，你这个适合那个狙击手的，就是躲在那边在瞄准。对，因为我手没力。好可怕！平常我在射气球有差，那个准度。各位要小心一点哦。我就没有射。不过你真的很准啊，我真的吓到。虽然说你手没什么力，对，可是你还是全射中。蛮重的。真的很感谢这边教练，可以帮我们，那我们可以打到这些新枪。感谢他们陪我们一整天。对啊，谢谢教练，谢谢。然后阿成教练，感谢他们。干啥鬼啦？这一档哎，这一档啊，我要转系了。去跑5000。体力练好再来射了。欠狙击手。对啊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一次的走位射击真的玩得很开心，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力，真的很好玩啊。各位如果有机会呢，可以来到这边柳营的。运动靶场，你要记得每天跑5000。教练说的。那各位，体力要先练好再来哈、喔。手拿枪拿不起来啊。对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靶场体验的话，帮我们按个喜欢并且分享。那如果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开小铃铛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
我记住。